巨大的宝藏。这批文物宝藏共有1500件之多，主要是用于武器装饰的黄金木剑，包括镶嵌着宝石的箭头防护帽和剑柄板等。专家表示，这些宝藏属于公元7世纪盎格鲁。它们不仅数量庞大，而且工艺精湛，代表了那一时期工匠的最高工艺水平。很多闻讯而来的英国考古学家表示，这次发现的文物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远远超出了英国之前出土的